先领点吗？加准你。春专案的首日，那我们特别来这边宣导。那今年的青春专案的六大主题是反烟、反诈骗、反帮派、不深夜游荡，还有网络要安全，不拍私密照。同时要请你们业者能够配合，不容留少年在凌晨时段啊继续逗留在一处场所。那如果发现青少年有就是或者是滥用药物的情势，请立即通知我们警方。